有一天哦，我就是在那个火车站，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，我就啊，他是我的老朋友，我很久，大概也很久，十几年没有见到他，我很高兴哦，我就过去拍他的肩膀，嘿，这样，然后回头，然后很高兴，突然想啊，对哦，这是我的前男友，就是因为时间过太久了，过太久了，所以你都已经忘记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，然后突然发意识到啊，是我前男友，那我们要聊什么？总不能哎，你太太呀，或是你什么这样？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高兴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很老的朋友，然后很久没有见的朋友，然后过去的过去，嗨，什么过去的过去？哎，刚刚那个什么村长说是什么九区了？对，增加疲劳消，所以这个时候过，当你讲到过去的国曲的时候，就要喝那个增加疲劳消除体力的饮料。我今天要来唱歌，然后有朋友特别要点这首歌，然后哎，这位朋友，哦，好暗哦，台东人哈，很暗这样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叫《马兰姑娘》。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所爱。喜欢的人，希望你们可以成全我跟他在一起。如果你不成全我跟他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心里会很难过。其实反应不是这样，我自己 Google 一下。Oh.
你怎么会写那么悲伤的歌？这很伤心哎。但是以前早期像那个卢靖子他们唱的时候没那么悲伤啊，就是咿呀啊哎呀妈，你们听过的？哎呀，我的转音不好。哎呀妈，走路一定要唱这样。